好，没关系，你就慢慢来，我们就先自己录吧。我们先录开场了。这一集呢，你就当特别来宾，我当主持人。你是出奶玩吗？有那个奶子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领两份钱，我又当特别来宾，又当主持人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经纪人这个月的薪水也给奶哥，就是不补一些小东西。有录影存证哦，好。我经纪人没有怀孕，他都宫缩了。好了，慢慢来，没关系，不要笑到里面的 baby 了。我们等等见，等等。好，待会见，待会见。刚刚新娘讲很好，我们节目叫做《萌宠明星出奶王》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好了，我们来做开场吧，五四三二，好，来，欢迎来到我的萌宠明星出来玩，哎，我是徐大奶，我是波波，这位是徐新阳，这是我们家呢，可以讲说最重要的两个成员，这个是大姐啊，她叫曼曼，来了我们家八年，那波波呢，啊，就是曼曼，啊。所以我们叫当时要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慢波慢，哎，慢波慢波，要想说用波波叫慢波慢波啊，来我们家一年多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最重要的两个成员啊，最重要的，最重要最重要的两个成员，他们徐新阳他们都不重要，这两个比较重要，那我想身体就不用来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这一招我早就玩过了，奶哥，你刚刚认为我们整理。不是整我，你们是故意这样设计的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节目是实际，是真的。我才不相信。我在圈子40年了，你不要来这一套。像我们这一代的，跟你爸爸应该差不多。嗯，我小学4年级还没有穿过鞋。我们那个年代太苦了。对。你爸爸在台南，我在嘉义啊，我们都在北漂的，能够到台北来落地生根，这个创业、结婚、生子。是。我说这一路过来，我们就讲真的。那都是冥冥之中啊，天注定的。你为什么是吴宗宪小孩？他为什么是我的小孩？对，这都是缘分啊。为什么我就比你衰的？不懂哎，哎，真的，人家都说人生不要学投资，要学投胎。其实我们面临的事情应该都蛮像的。其实一定是啊。就是从求学的时候，一定会说，哎，你爸爸是谁？然后有些人还捡那个报纸说，哎，你爸这个月赚多少钱？来过来给我看，而且他们还会写哦，谁谁谁，然后戴皇冠，胜，然后我说，哎，今年哦不错哦，比较什么，比较，我就觉得蛮无聊的。哎，可是你有没有否认过？我求学的时候是都否认哦，就是人家跟我说，从来没有否认过。哎，是以前会觉得蛮烦，不想跟他出去，因为他出去都不会乔装打扮，就有些行程会被 delay，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。那个时候开场就一大堆人要过来拍照。哦，对不起啦，那是因为我的经纪人告诉地址。哎呦，要要要，不好好聊天嘛？那哎，案件一直这样子设，哎，奇怪了。很平静的讲到。对呀，怎么这个样子？